是我，什么？吓死一个新四军的，上金桥一根。兄弟们，发财的机会到了，给我冲！别急啊，进了再打。 看来他们已经打起来了，没事的，放心吧，团长他们一定会顶住的。 停！停下子弹！快，把那两个伤员送回后院去。是。后退至，上午市。第一个冲进医院的，上金桥三根。 弟兄们都看到了吧？后退的，这都是下场，没死的，咱们兄弟们等着发财呢，给老子冲！冲冲冲！哎，太君！哎呀妈呀！冲！同志们，敌人火力太猛了，跟我撤回院子里。 几个怎么不冲进去啊？不想发财了，都给我冲！先让下命令忙一阵子吧。太君，我看这里边也差不多。 我们的援军到了，绝不能让一个敌人跑了！跟我追，跟我追，追！ 太君。
我们前后被夹击了，赶紧跑吧！走，弟兄们，给我顶住啊！山口义雄。 山口一雄，你应该知道我们中国有句老话：“叫冤有头，债有主。”今天你落到我的手上了吧？之前我以为我再也无法为我的那些战友报仇了，你竟然送上门来了。好啊，这就是天意。你双手沾满了我们中国人的鲜血。 今天就是中国人跟你算总账的时候。等等，命令，等等，我知道，我做了很多错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你愿不原谅我？我现在就向你投降。不是说你们新四军会优待俘虏的吗？我现在向你投降，你不会杀了我吧？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那些鬼话吗？你就乖乖的下地狱，为我那些牺牲的战友偿命去吧！江彬礼，去死吧！